咱面色、面相，咱即个思想即个菩萨，哦，即、這个变成讲起来吼，应理一切相，咱来知影，爱理理想相，理理果相，理相，众生相，实际上即个思想要平衡，因即个思想若面无平衡了后，咱一切相内底当中，咱就生心，咱就无相。所以今日是安怎？咱今日问题遮尔啊多，事也遮尔啊多。咱今日即个心本来就要修好伊清净心，是咱修到愈修会愈杂，修唔了。咱要离开一切事，所以我过去常讲着，我用经济话讲，哦，离一切事，离上一离，离上一离。因为你会了解一切都是一个办法上的物件，咱去了解这物件，缘起无好坏，咱就想不到。但是咱的缘起内底无好坏，咱的缘起内底咱执着无，咱就无。随时讲缘起，会使执着，但要执着无，咱在无法心态思考，咱反正无去思，无去执这物件。咱有依照着这物件，咱有依照一切相，其实咱有执着一切相。虽然经典读到要化道理，哦，听好有声，但是当中愈听愈着，真正变来了讲，咱是有依照的感觉，咱真正有依心性上的感觉，咱无真正这个心性上的感觉，有影无影？那个小孩好
这是我听说的，那个印度的说的，那个，那真的是很好。那在上面，人来人那边啊，那边不要，那抓后面不管多少事情，那边那边的那去，人来的穿鞋啊，他抓边边都花钱，我讲话，讲明明一点都不反对，有没有？但是不抓我，所以基本上不贡献。甚至呢，哎，也也想要出些什么，但是呢，也做不到。所以建议，咱修完了再对，一年开始先。这段话，咱这个部分，咱开始，咱也需要做些时间的规划。哦，咱的这个哪，咱的这个哦，这个叫做意见，这意见咱就是，咱听你哪，听你这小。作秀书啊，作秀文字书写，这个是画大个了，重要个。啊，希望阮今日去，咱爱上今年考验个一只字，哦，咱就当创历史。把咱过去，哦，无下修道个理念，无下修道个行为，无下修道个言论，甲无下修道个做法，咱一万把这个。真正下咧修，那安尼咱当真正是一个修道人，因为咱的今日的这修道，我想讲出来，生命我怀是口气，人我怀是口气，生命是怀是口气，人是怀是口气，咱伫修道这个阶段叫无停的嘛，基本上来讲，基本上来讲，咱真正咱的道理是。所以我希望讲，爱上公司，踏踏实实。我唔是良心人，我是个朋友。唔通听到我讲，那大家都唔是咩想法。哦，如果人真正有这个经验，啊，希望你我大家做起来，哦，来提升改变，做起来扶持这个道场。未来，这个物件注意，那贵宾来，无贵宾来，咱来先学习，必修话题。但是，那个音乐最细声，哦，莫讲个收个大块，各位讲个比较大，大块各位讲个变变个，哦，安那安那比较强，变成啦，真会得嘛，变成比较强势，好，好，这是安尼啦，吼，所以一定要利益至上，利益利益至上，那是来亲切，我阿弥陀佛，三宝三宝的心，愿意咱来参与，这个菩萨。这个众生面对一切小困难，这个菩萨面对一切小困难，这个菩萨面对一切小困难，这个众生面对一切小困难。但是发阿弥陀佛三宝三宝的心，咱来怎样？今天这个心发得开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难点。那么发这个心，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向，头先一个发，后面一个心。要发什么心？发着无上正定正觉的心，这个心叫做菩萨心。因为你今日这个心若发落去了后，你就向你正觉啦。你这个心若发落去，你是向发对啊，就偏向你的偏见。所以呢，你今日要发着无上正定正觉，这个菩萨心，确确实实不是简单。所以话，诶，发起了后，我叫无。所以话想来讲，咱拢无当发东西，也是咱当想，拢是想花心，拢无当发东西，咱真正发起，这你为啥不是错？错是错法，就是咱东西，得到了后，了咱想着将过只感知会，咱东西迄个欢喜心。你的心靠，你的欢喜心、自由心，你的心打开，那能出发心。所以讲，修道如初期，啊，修不特别容易。修道如初期，你修不一定容易。但是，这个菩萨，你发到这无上正定正觉心，这个是什么心？这个是清净无量心。那么，对你，大家有清净无量。
念一个心，咱就由水后面走出来。因为你若不清净，你要从心走出来；你若清净，你要由心走出来。这是最重要的物件。所以，咱讲，爱发着无上正定净觉心，因为你这个心一旦动起来后，我跟你讲，你把你凡夫，把你凡夫众生。而且念一定转移，心里面一定转移，菩萨就一定接不回。有人话想做医，那就是传染。把三宝传染，你让他接心掉，这个弘扬，我们就有几代的传染。但是你请问，这个要接不回？那这个接不回，这个死人哦。那这个接不回哦。但是咱接不回是什么？你接不回？那个意思。是不是这个鬼来对咱们说打了鬼头？伊当然将军官，会接袂过，他接袂过，原因就是。啊，这个原因，咱要去找原因。那接袂过，你若要找原因出来，原因是接袂过。咱无用修住菩萨，咱无用心静，心静，咱无用心静，静静静。原因在个所在，这个物件必定原因。咱是咧修的修，是咱咧修的修。是咱能收起，咱收袂起，是心原因，咱来去想。咱的烦恼变轻吗？咱的念想变重担，烦恼变轻吗？咱的业障业障轻担吗？咱的烦恼轻吗？咱的想法太轻吗？咱的思维太轻吗？哦，是心原因，咱该思考嘛。这物件是个人物件，是咱能收收袂快乐。咱修的快乐，是咱能修的欢喜，咱修的欢喜。这问题足重要。变来讲，咱是不是受着环境的一定在难转？咱的心还是动的。咱是不是受着外因缘一定在甲咱左右啊？咱有去受过这个物件吗？你受过这个物件吗？咱有法想到这个？空谈，一是人心。但是列举列举的话，列方带列方，你精力有限。谁让方太来，那个处理掉交给列举掉交。谁让方太来，那个代志咱不代志。是方太问题，是列问题，是列问题。方太严厉，太严厉，伊规定那个我们做这方太，但是你要盲目参，盲目参，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你是中年人，既然闹起来去，变成一件代志咧，咱起来去受伤的。这个代志，咱必须要，咱起来去，你需要做的对当中，咱的体质，咱的体量，是什么原因？它不是这个问题的问题，不是这个问题的问题，延期的问题吗？不是，咱想看，你的心。所以这点咱要了解，但是这个问题好，我感觉这是好代志。但是好代志，好代志，不是真正严重的啦，严重的。但伊会变成地大火大，地大成丘。愈大的破坏是愈大成丘，没有破坏哪里有成丘？没有破坏哪里有成丘？没有破坏哪里有成丘？所以呢，你变成一个地大火。哦，修持同修主义，用人天界、世人天世罪业应用不断。因世修天界果，天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到底阿弥陀佛什么三宝？咱今日在这个世间叫做犯罪品种，咱无法是用，但是这是犯罪品种，不对咱看，这个区别来讲，当然。